还是这么防不胜防啊！师兄，您若输了，不够，再来！这次怎么收拾？我每日比你多练习三四个时辰，我就不信！我爹就是宣飞的红人，南瀛皇室的血脉，这护甲是假的，你果然没死！看你鬼门关走了一遭。 一副丧家败犬的样子，怎么看着这么高兴？可笑，不过是蚂蚁在大象腿上咬了一口，这也值得炫耀？你是我儿子怎么帮他说话？他再厉害，也输在了我的手上。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十年，他都不知道。李相夷的确是真是个相。收手吧，南瀛灭亡已有百年，如今天下太平，乃是万民之福。 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毁掉这一切的。欺世灭族，我爹我师父保佑。